肉眼的三等在黑带，那么现在在9月26日，俺们等在胡吃嘛，俺们在用到现在106年，第二年在格林格的空军基地和俺们等在美元的三大开放那北直通了。因为雷虎小组诶么，即三星主力将等在，我们对手说，哎那现在 IDF 会现在 F16幻想机 Enable 第二场等在把 UFO 和特技演练。现在当然我莫尼斯卡姆登在做，现在现在那那来的肌肉么？现在做啊，鲨鱼最近在 S2T anymore，any 买人登在用的最后一次呢的台，在现在东部呢现在公开展示的当然我，因为他们买的现在我身上花方花登在 JV， 让他们买一张登在，没有那说别来的现在莫诺对手是。암튼소통문화예시함된자도모노도이소스도함된자메이베베조에는베베되나그러면함된자홍도함된자소용화지함된자마버지신자홍바우저함된자기내는무슨함된자치치칸장오야이자베시는무슨함된자파이스는무슨앞뒤뒤는80주년이노공진대형대신자9月23日대형대신자가는자노공진지디호함된자조개방노호동你们说十九日，那当然没上等子奥特曼。而是对现在猎户小组及三型主力战机 IDF 幻想 F16， 我们就见着特技超演，用了特战部队的表演，会把我们现在的八车飞机马就这么当一波，我们等着使用坏西八车飞机奥斯纳。因为花莲空军基地营区，一米带线等着做开放级备战，他们在那部某一米带线在雷虎小组级嘛，我们等着明天那么哈佛现在简瑞成上校，我们的莫努斯卡我们等着哈佛亚之师，我们等着没有公开的表演，一米带我们等着做参访了没有？亚之师呢走，我们等着马达民工所带现在中华民国和进入对吧？那么呀，实现现在做马达博士。买的现在就驾照和一些健保卡 ，anyway， 第二次我们等在，因为他管制人员特别了，哈佛在现在也没么的营区，把他们是做你说，我们等在红旗上的要去稳定好，也没么的我们等在什么人都不会，明年买着我们等在准备的我们等在十的几点时候，你到什么国的人在接驳点，哈佛呢走好，哈佛在现在营区。跟上次开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主要是交通的部分啊。我们这次是不开放民车进来，但是我们有设了四个接驳点哦，在这个花莲火车站、北埔火车站、这个花莲酒厂，还有德兴运动场，我们都设了有这个接驳车，希望民众多利用接驳车的方式进入，避免这个塞车哦，趁兴而来，败兴而归。阿达维西达就东上麦当埃的站等着，内部的呀，现在机密就站等着，热天的见着就 S2T 反潜机的埃拉巴又不得当内部。伊米在现在 S2T 见着就服务器，反对相对那那胡山山的金毛马上等着就胡安人的现在就鲨鱼嘴，而且是呢走了相等着呢，那我们啊，伊米在现在引起了开放的内部，肉也能现在鲨鱼机。用在现在也许当年们就是安顿着的就因为是跟用在着东部和安顿着把这笔大阿吉子对我们讲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啊，对啊，对，然后之后会有 P3 来做接替台湾反潜的后续的任务。罗德维西，那空军以前在当内部，那怎么他们等着买了？民们说的中华民国籍外籍配偶，阿富上等着做中华民国籍的中西，这些等着贝拉飞机，伊们不带现在当内部，也就托马斯他们等着哈法那做不是带现在做中西，或者说他们等着居留证。那么合法证件阿是他们等着检查的当内部，因为外籍的看护，阿富是哈法那现在照护的合法文件。的每日上等着飞，但现在儿子当的很在，因为没得运气。的每日上每日摆的都上等着，到了那边上等着，没了对手说，好吧，也不是第一。